嗨，大家好，早安。今天是10月26号，礼拜一早上的10点55分。今天呢，也是爸比的生日。那我们原本有一个中午的生日 surprise 要送给他，就殊不知，我们早上现在人在周年庆这边，我跟爸爸分工合作，爸爸等一下11点准时上去楼上刷卡，然后妈妈要先去停车，然后就有点小尴尬，所以我们就是意外的出门了。然后等一下中午呢，应该会直接在外面，就是给爸爸一个惊喜这样。然后我今天有带爸爸的礼物出来，你看送到了，好家在，没有白等到。然后他的卡片我也带出门了，就是等一下给爸爸惊喜的时候就吓他一跳。好，我现在要先去停车，等我一下。刚刚很可惜没有换到满额赠品。12点了，看一下手机。看一下手机。看吗？12点。就这样。你有没有收到什么通知？没有，有什么通知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这里会有什么通知？你还没收到通知吗？还是你不会有通知？因为你是本人。没有出包。我没有出包。12点。你找一下。没有。没有吗？会在哪里？工作在哪里？会在。没有还是 LINE？ 会在 LINE， 不是。没有。会在 YouTube， 生活频道，对，就是我不要再做影片了。我很厉害吧？我很厉害吧？哦，看到了，有没有 surprise？ 终极惊喜，终极惊喜！哇，还有字幕，字幕谁打的？当然是我们辛苦的剪辑师。是字幕的质感有待加强。你怎么这样说人家？人家也弄得很辛苦。所以他还有时间多久练习？不然他上礼拜也没。所以你看他很忙，你不能怪他。他上礼拜没剪完，是因为他真的很忙。他被我拜托，他被我拜托了两个影片。对，就是。你买 iPhone 是吗？我没有买 iPhone， 我哪那么好？我现在快转可以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快转，你回去再慢慢的。细细品尝，但我们现在人在周年庆，你看，为了一个周年庆，为了买家电，毁了我在家里要给你的惊喜。这个人硬要在礼拜一早上出门，他就为了抢那个啊。这个人硬要在礼拜一早上出门，要抢满了礼拜。你到底那时候跟我说，我们礼拜一要出门，说哈什么要出门？真的假的？然后我们刚刚还因为那个 Shannon 没有权限，所以赶快拜托 Vivi 帮我们上传。难怪他一直跟我要权限，我一直没有开。对，我们一直没有。他说老板说下午才会开给我，怎么办？然后现在也没有权限。我说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也叫手机，我没办法上传呢。只好救助其他人了。很忙，没有时间弄。哦，是哦，就一直要。你还谁弹吉他？啊？谁弹吉他？没有啊，那是配乐而已。哦。对不对？看我们剪辑师多用心，为了你的惊喜，就在你以为王乐福民宿就结束这一回合的时候，没想到生日当天还是有一个小惊喜。有没有感受到？对。对。那你可以上到主频道了吧？姐这么细心。没有，因为今天下晚上还有一支。所以想说，那我们分开上，不然会影响到流量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所以我们就赶快再为了挽救流量，所以我现在又赶快再拍一支。然后我现在为了要补那个画面，因为你是在看影片，没有跟我讲话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讲话。所以你现在拍另外一个生活频道？对，我现在在拍另外一个生活频道。然后因为你的生活频道那一只手机还在拍，所以我也不能用，我只好拿我自己的手机拍。你看一切多么的曲折离奇。为了一个你的生日，我们搞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样？有喜欢吗？有想要哭吗？感人，我没有看到你的眼泪。哇，还有蓝银轮哦！是不是？
厉害了吧，厉害了吧。所以没有，还没有看到爸爸那个生日祝福的，可以赶快去上一个看。那个妈妈，妈妈真的是用了非常非常久，然后早在爸爸说要去拍那个民宿的前一个月，那没有到，没有到一个月，但是在你说你要去民宿拍的时候，我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弄这些滴滴扣扣的东西。有，我看到很早，那个很久以前，滴滴还被蚊子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那时候我还没剪头发，你看有多前面。哦，卡片，好了，我真的有带，你看。不然你以为我今天干嘛换一个那么大的包？你帮我看，你帮我看。等一下，换你拍，换你拍。不是很认真的，有精心帮你准备。这是你的礼物。哇 ，iPhone。不是啦。可能像娃娃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可能像娃娃。但我这个挑了很久。我们在人家店里面这样开箱。我们在别人的店里面开箱。是不是可以吗？哇，卡片。耶，我喜欢卡片。你的，这是你的儿子写的。这好像一个大嘴鸟，对，这是他写的，没有，他写的是一个钢铁人的手。哦，然后这边是弟弟的艺术，对，你要去试着理解他们的意思。可以可以，谢谢。然后这边是，对，我想了很久 ，OK、啊。这个是不是你在那个影片里面已经有讲过一次啊？对，我已经讲过一次，就是一模一样。谢谢。如果你要细细品尝回味的话，可以回去我再慢慢享受影片。对，你慢慢自己享受。然后谢谢。很尴尬的是，这样。家里还有一个礼物，我忘记带了。还有礼物，这么多礼物、啊、不同人送的吗？还是都你送的？都是我要来的。然后我要来的，我忘记了。要来的、喔，对，要，对，用"要"这个字。抱歉，我忘记了这件事。还有人可以让你要礼物，是什么概念？这个可不可以回去做剪接？哦、因为可以，他可以把它拍在一起。可以啊。先暂停。那回去再拆礼物。对，你回去再一起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。好 ，OK，OK。拜拜。那就这样了。好。拜拜。你拿这个去跟爸比说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嗯。两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拿去给爸比说生日快乐。弟弟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快点，快点。Go， 去给爸比说生日快乐。什么呢？谢谢，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吗？是。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谢谢，那这是什么嘞？这是礼物。这是礼物啊。对，你要不要先拆这个？我们现在回家了，爸爸可以拆礼物了，跟刚才说好的一样，我们回家再拆。感觉是一个轻轻的东西，不是电子产品。不是，蛮轻的。哦，一个皮夹。也不是。皮对了。皮包。皮对了。皮。这是我昨天半夜爬起来包的。嗯，怎么找见？趁你们都睡着的时候，我半夜爬起来包的。Self Rider， 哦 ，GoPro。No， 哪那么好？哦、名牌、欸。对呀、啊。皮带。是的。名牌皮带。今天 Tory Burch。叮咚，你好聪明。我看到 logo 还聪明。Tory Burch。我觉得它很漂亮，然后它是双面的。然后它的 logo 很大颗，我觉得很棒。好哦。然后这个有个小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我买了两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买到女生款。哈哈哈！对，因为我那时候请那个代购看，然后我拿错照片给他了。所以这是代购的。对。台湾没有卖。不是台湾缺货、哦，我买的时候台湾缺货。那我是最近都要穿西装。就是你也可以穿那种皮带，然后那个有个金色大颗 logo 在那边就会很漂亮。哦、中年男子都是穿这样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这样我是代表我迈入中年的感觉。你的确迈入中年啦。对啊，我今天才收到啊。哥哥很棒哎，哥哥帮我保密超久的哦。哇，这么厉害。对不对？我都没有跟你说。真的。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可以跟爸爸说生日快乐了吗？但是我不想要说。你不想要说，为什么？一本书。你要看 OK action， 刚才手机记忆体满了，所以妈妈换了另外一台手机。加啦，是你偶像的亲笔签名跟祝福哦。真的，天哪，厉害吧，厉害吧。那这专辑呢？这礼物不得了了吧？哪里买到这专辑的？这是你的众后宫佳丽去帮我搞定的。哇，真的耶！对，在这边要特别感谢 Anson，
Anson 搞定了吗？ Anson 超给力的。怎样？他去要到？他本来我本来拜托他能不能帮我要到那个祝福影片，然后就很可惜他们太忙了。为什么是 Anson？因为 Anson 有认识朋友，然后认识陈小刀，然后陈小刀认识5566，废话，然后所以但大家都太忙了，所以最后就要到这个，就几经波折，我们就要到这个亲笔签名。哇，那 CD 是他连 CD 一起 CD 是 Anson 特别去买的，还买得到，所以你要回报人家，还买得到这么厉害，妈妈很厉害吧？但我不得不说，其实这张专辑我也有，我只要回家一趟我就拿得到了。我也有，而且还是十年前买的。妈妈，你忘记把我写的生日卡片给爸爸了？有，我给了，爸爸有看过了。这里啊，你的卡片在那里啊，爸爸有看过。我看不到啊。那你要不要再看一次？要。王乐福亲笔签名哦。谢谢，哇。厉害吧？这个礼物很珍贵，是不是？而且据说我们的那个人形立牌现在在民宿很红。我看到民宿，他们 po 很多张照片，就大家去庆生啊，或者是去聚会，都有跟那个立牌拍照。爸爸，这是我写的。你写的、啊？你写的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嗯、谢谢妈妈，好用心哦。不客气。很有层次的生日礼物，是不是？谢谢哥哥，谢谢弟弟，谢谢妈妈。嘿，没有弟弟哦。为什么？弟弟没有帮忙吗？嗯。弟弟最保密哎。弟弟也都没说哎。嗯对不对？因为他还会说话。他还有画这给我啊，所以我可以谢谢他吧。超丑的。嗯。他看我画的。你画的也是这样的。谢谢弟弟。可是我画的是钢铁人手哎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得出来。看电视手生日快乐。你是画这个钢铁人手啊？好吧，你要不要讲一下总结？感谢，逼你说话，可以，辛苦了，可以吗？这次生日礼物跟惊喜有很有层次，因为从第一次，你忘记也跟我说了。好，我们跟你们一起说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很用心准备爸爸的生日，然后从上礼拜开始。连续庆祝一个礼拜，让我受宠若惊，是不是？有，这次真的很用心，可以吧？可以。那我可以买包了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开玩笑的。嘿，你乱说，是不是？我礼物真的挑得很细心吧？你乱说，我没有乱说，哥哥，我要把你拍下来哦。你再说我乱说，我就要把你拍下来哦。我洗澡了啦。好的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有这个。感谢大家，今年生日真的很开心。好，主要是很用心。我真的想了很久。妈，为什么有这个呢？对啊。好嘞，谢谢大家。不客气。妈妈，为什么会有那个？拜拜。可怜。爱你。